这真板着啊！姐，80块钱啊，我收了。少于3万我不卖。这听完你的报价以后，我都惊掉了下巴。哎，不能走！哎，把手撒开！我住手！受害者提出赔偿金5份。而不是看他们是特殊人群，就我们哥仨，在社会上是正经挨顿揍的2万起。真讲究啊！我没钱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，这事算了，行吗？你打我，你都来。你看，这时候，警察同志，快点报警！兄弟，微信转账行不行？啊？你找我吗？